这是港统亚杯春季线上赛总决赛胜者组冠军争夺战，一批广东小孩，二批广西合池啊，东厂打西厂，他们两个的对决也是大家非常乐见其成的一场对决啊，大家非常喜欢的两位玩家。是啊，他这次选择了手底，对，也是我觉得还也挺好，因为他毕竟今天的洛克整体发挥还是非常非常的到位，也很亮眼是吧？对，又很到位，所以说手底还是更安心一点。大家猜今天晚上冠军是谁的？目前还有小孩和池，我去和老二这边抱气连，百万大声争气进板边，倒地叠压一次。现在小孩的气加射非常被动啊。小孩说：“老二啊，我想去胜者组，你去败者组好不好？”小孩这里思血能翻盘吗？有机会，百万大声争气，打不死。他本来是完全可以，对吧？进板边压制，老二这里能不能判的正确？想出鞭腿却反下中拳，哎，猜对了。小孩还有一个克隆没关系啊，河池这边的话其他是只有最后这两个多一口气了，这个也可以明显，这点血量不及克隆一个，对吧？你看没有，一克隆双生龙带超杀凉气啊，一敢跳，好重拳反腰拳，小孩带他赢了，赢了，好厚厚啊，真的是好厚厚。现在我们来看这场对局，来自于小孩对战河池，现在库拉对战八神了，八神现在是河池的首发，依然是选择白衣八神对战库拉。看一下八神的发挥吧，其实河池这边八神今天想努力发挥但有点难，小孩跳低完全狙击掉了八神的一个起跳，反边这套连段打血还是非常可以的，打掉300多的血量了。有些角色如果你碰到那种什么不知火舞首发珍妮特首发的那种，哇，那就更难打。对，你是真头。继续斗气，继续来看一下小孩对战河池的首发之战。八神完全被对方力回住了。小牙进攻。小孩还是近身，就是下轻腿点他。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河池。好了，赢了。八神又没有了。手上有两气，那么库拉又抢到一个先手的机会。下盘两点战兵之后龙卷踢 ES 版打招吗？不带下车，堵了个起身升龙，哎呀老二啊，完了，老二这把应该说又没了。何池现在你发现没有，就是一个字儿，跳啊，跳跳，三清拳带 ES 的火药拳，先交一气也行，先把对方的库拉打下来呀、啊！这要被穿翻了就越难看了，何池啊！小孩龙 ES 龙眼踢，哇，这用这招来对，何池眼睁睁跑过去的送你啊！好复合呀，这个肯定是复合的呀，下臂。对，要蹦着穿三走啦？那真的有可能，这再摸到一下，人就真的没了。你看看，还在晃。何池能有好了，继续来看现在的对局。我感觉小孩只做一次对空带超币就赢了，没了这点血，哇塞，中断这点血量真的不好玩。今天晚上这场对局打到了现在是冠军胜者组的冠军战，最后一个跑头小孩是好了 OK， 现在是小孩赛点局，偶尔有时候你是发挥好能把库拉干掉啊。因为格斗系这个象性也是没有办法，对，象性很重要，尤其他们都是顶尖玩家，你知道吗？这顶尖玩家打的象性的话，你今天晚上来自于小孩的库拉对战河池的八神庵走谢峰，老二这里终于是要支棱起来吗？他的白衣八神修正很大，但是还行，死临头之后伤害修正确实非常大的，下逼两次之后战逼没有资源，小孩瞬间滋血，这里能滋血翻盘吗？凹吧。没有，你看来这场对决你觉得谁能小获胜？又是一套哦，池也聪明，直接用了三段葵花锥，好吧，那不管怎么样也是把库拉终于是打掉了，面对这个长手长脚的七加射怎么玩？哎呦，这个重拳压逆向，但是小孩这里却人慢了，老二这边下臂站 A 的时候带 ES 的暗勾手去加切音霸屏 ES 龙，小孩这里真的是眼睁看着何池过来压着他，现在是一个
内战，而且资源。哎呦，康拉，哇，追的也太好了吧！恶之先在角落要打出来，可以空中截击。行，哦，这下凹的好的，对的，这真的凹的可以。那我们俩对得住。算计到了，很精彩。但是小孩现在是满足。哇，何池这个雀板暴起连，要拿下小孩的七家社了。百变大战机器刚好就有点这个资源，刚好没有消失掉。前也太慢了，老二又堵了乱堵升龙。哎我兄弟，完了没了。哎。AB 跑开还不错。所以刚才怎么没确认呢？兄弟都打康了。中了呀。是的，有点可惜。完了没了，还有丝血再消耗一些，这把何池没了，保卫破坏了，我靠，打得很帅。板边怎么打，没有资源，气不够，资源气满一颗，一点点，哎呀这个气来的有点晚，可以直了呀，这个角色前抓头，小孩在里下 A， 这把真的很猛啊。继续来看一下科隆，小孩的科隆还有四条界，PC 要小心。哎，小孩这里被何池带走。哎呀，哎，没死，小孩武器。哎呀，但是武器没按照用啊，好纠结啊。但这种比赛才好看。继续来看一下白衣八神对战黑衣的小姐姐库拉。挺疼的，对，真的挺疼的。那个血量都是一块一块。哎，我去，他想用前冲做一个追回花，做一个追加。优秀啊！太容易被。下臂战臂带 E S 问题，滑铲之后带龙卷烈，再次带小升龙。各种正向逆向被。老二下盘再次失手，是吧？八神现在就是想抓前锋，但是小孩后跳重腿了，猜到他的想法了，直接再来小升龙。现在就是很看看这个七家社这一局还能不能有精彩的神话神表现。你不希望何池赢吗，兄弟？打得越打到 S 局太好看了，一边倒比赛有啥意思啊，兄弟？是不是？能量回收效果也不错。好了，继续来看这场对决，老二加油！哎呀，小孩这边的话也要努力了，他的一跳三局面，贪了，多点了一下。对的，哎，跑头，这个节奏控制不错。啊，起身 EX 是？对 ，EX 够快。哇 ，CD 还是很远。我去，这个大跳打低点的中前命中，跳入成功。要接一气。气不够吗？够了一颗气，倒地追加。但是这小孩这里是绝对优势啊，这现在是小孩在点，应该说问题不大了。小孩，哎呦我去，升龙是带霸体的，马上单发确认，被动了，小孩的赛点了。你怎么赢？又是一个霸体升龙，你看就是这么灵啊。下臂在 A 之后带 ES 龙王拳，反边没有资源啊，直接在。又是一个霸体升龙，这招太好使了，尤其是起身状态下，不能这个让他摇杆回中啊。可以看到导师只要摇杆这一回中，这升龙是绝对是等着呢。对，立回他赢了，小孩赢了，看得准，恭喜小孩晋级决赛。